板不能带去学校的笔，就算带了，老师会说下次不要带。第一款指甲剪笔，指甲剪笔呢，上面的确有个指甲剪，非常的正常，还能剪指甲。对。然后呢，背面呢有个笔，虽然里面看不到笔珠，但是呢，不是这个反过来，哎，你就能写了，非常的实用啊。边剪指甲边写，这不是可以带吗？这个笔为什么不能带呢？你想一下嘛，老师在上面讲课，你在这里写作业，写着写着你就拿着这个指甲剪来剪那个剪指甲，老师问你，哎，这道题怎么做呀？你都光剪指甲了，能带吗？能啊，能啊，老师直接没收。第二种呢是指尖陀螺笔。这个拿出来，这边呢是有个灯，这边呢就能写字，怎么写？然后中间呢这里还可以转，这样就可以当做指尖陀螺。哇，好快呀！你的手不够，手不够长，手不够长，转不到。乐乐，举起来。极限的。哦，就是这样子转的。还有另一种，不行。起来了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真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这边不是可以按吗？要把这个拆掉，它有个垫片在这里。哦，是个灯，挺顺滑的感觉。哎，这个笔你们觉得能带吗？老师会不会没收？能带就可以。如果你不这样子转，不就这样子玩，老师应该不会没收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如果你一这样子转的话，老师分分钟给你没收了。我来看一下第三款。航空母舰，这个是笔吗？玩具吧，不是，还有一支笔芯。说这个是笔的老师都不相信啊，就是一个航空母舰。然后它有什么作用？上面就飞那个飞机吗？它玩也没什么好玩的呀，它能玩什么嘞？哎，这里一个门，那个笔在哪里？哦，笔在那里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航空母舰呢，它就是一个大大的笔盖。你们觉得这个能不能带去学校？不能。好。现在呢，我们开一个飞机笔。哎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拆出来再说。哇，是一个飞机耶！飞机模型笔。我觉得这个飞机应该是这样笔。首先呢，先把这个留起来。再将这个展开，哦，这样子，那它能起飞吗？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这支笔一写字的话，就吸引了全班的目光。哇，这个笔能带去学校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带去看一下，我觉得不到两分钟，老师就把你给没收了。你要不要作死带一下？谁会去作死？我。那好，那给你明天带去。第五款，我泡泡机。泡泡枪，泡泡笔，泡泡笔，上面有一个粉丝泡泡的机器，这笔跟飞机笔差不多长，然后呢中间是泡泡液，上面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这里拔开后，哎，不是哦，我知道了，把这个扭开，然后它就可以吹泡泡了。这里先把这边纸拆了吧。它有个包装，它是个印章。那没有，它是个印章，来印一下。啊、哦，这个呢是个小公仔，两个印章呀，滚轮印章，被你搞坏了。这样嘛？哦，这样子，难道你还要在上课的时候吹泡泡吗？这个绝对是不能带了，这个。然后呢，笔藏的最深，就在最下面。哎，如果你不玩的话，看起来也是一支正常的笔啊。好，这个笔也是不能带去学校啊。我们看下一款，疫苗笔，果然是这种。然后把这里打开就能写的，积极接种疫苗。然后这下一个还是一个针水来的。哎，那它这个是真的可以打吗？对啊，它呢要先把笔芯给拆下来，你看。哦。它这个也真的可以抽是吗？对啊，真的可以抽。真不真实？这一个疫苗的那个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还是可以带的。这个可以带同学都带了。这个
应该是可以带一下下哦，比其他笔的话要好很多啊。这个新冠疫苗笔呢，是我们看了这么多笔当中比较可以带的笔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款，这个是什么笔？98K 笔。哇哇，这个好好看哦。这个是98K 吗？嗯。哎，组装看看。嗯，一支笔只有这么多的配件，看一下怎么组装的。趁着西西在研究他那个98K 笔，我们再来猜下一款啊。嗯，一个蓝色的，是什么来的？注射器笔。这个跟这个新冠疫苗笔就有点像，但是它这个呢，它是不能注射。这个呢，应该是能注射的。这个好像是可以注射哎，来试一下，写字看看。打针？你在打针还是写字？傻了傻了。哎，写字看看，不是这样写的，我跟你说，它好像是放在这，这尾巴这里写的。尾巴写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怎么感觉？其实还在装它那个笔，看来有点难度。写不到的。写不到，那就不是，我看看，这个它是写不到的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它能不能像注射器一样这样子玩吧。哇，好大的阻力啊！来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注射器。来，先给大家吸一点水。嗯，真的可以喷水的，玩倒是挺好玩的啊。但是这支笔它怎么写字呢？哦，笔是在那里。来，刚写看看，感觉你这个好像也不好写啊。你这里是不是挡，会不会挡住这两个东西？会不会顶住的感觉？会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哦。那它不适合真正的写字，它只能适合玩哎。哎，那你觉得这支笔适合带到学校去吗？应该适合个屁。我觉得应该不适合的。你老师看了应该也会没收啊。我这个才叫不适合。你这个是真正的不适合，你看你搞了半天，哦，已经拼好啦，看看，你看一下你这支是笔吗？这样个样子，老师感觉这是一支100%会被老师没收的笔，所以这支笔呢也是不适合带到学校去啦。笔，爸爸爸爸的。哦，再来看最后一款笔，来开包，口红笔。啊？是什么？散粉啊。哇，好女性化啊。嗯，是一支口红。如果把这里捂住，远看的话，就真的像一支口红。嗯，你这样子看也像口红啊，你不捂住也像口红啊。这里啊、哦，这里能扭开。哦，这个里面还有散粉哦。哦。啊、哦？这个好好看哎，说实话。嗯。这是一支笔。哎，它这里是个盖子吧？这里应该是。是个笔盖。哦。哦，真的是一个笔盖。这么大力。第一步，把心爱的口。扣住，弄碎，记着就可以写字了。哦，你的老师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在那里擦口红呢。哦，你觉得我可能会擦口红吗？如果是个女生，她以为在擦口红呢。所以这是一支不适合带去学校的笔，老师分分钟没收啊。我们今天的九款笔就已经全部开箱完毕了，大家觉得哪一款笔是可以带到学校去，哪一款是不可以带呢？这款可以。